赶快剪吧。哇，那你又来这。没关系，你就剪你的，剪完就走了就好了。就是跟那个你的药水一样，可是它是用子弹打出去的。啊？打在队友身上。我记得好像，因为基本上我也没在打那个。吐光了。你捡东西吧。哎，怎么都不见了？好吧，那就撤吧。
这，会跑掉。等下地上有，我说等一下地上有就赶快捡吧。好了，你说这场打完怎样？好好好，我去直播那个恶灵古堡。说，我平常两点睡。我平常都两点，很可怕吧？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活过来的。又被跑掉，先去捡，然后喷了一堆出来。对，先捡。不会只刷一次啊？掉了，利刃啊！消失了。有的开始在消失了。哎，哲哥上线了。加班吧，欸，他怎么没有麻痹？对啊，我本来想说他会麻痹我才没有动手的。
邀一下哲哥。对，邀那个队伍里面。让他用电视输那个音效输出，然后用耳麦输入。对啊。我刚脸都绿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只有 R14。我们刚刚帮他打了。害我差点崩溃，你知道吗？有啊，HR50啊。应该快倒了。有可能。这个要上吗？你有要玩吗？已经结束了。还没啊。进来了吗？哦，好。对啊，对啊。好了，他要结束了。你有没有这么残忍啊？这个还要放炸弹啊？好吧，要残忍一直残忍。击杀，捕获也可以啊，但通常会击杀，因为你要他掉东西啊。虽然说他最后一次不一定会掉，但是总之还有机会的。
你关一下，我被轰下来了，我快死了，啊，他真的累了。 为什么完全不理我？开始分析。 跑这个，他就这样冲过去，敲他一拳，然后就走掉了。对啊。 好像就两个而已。哦，没有，上面还有。 又去跑去睡觉了吧。 哟，终于！好像没有喷东西哦。 对，德哥先去跟武器店那边先讲话，然后再下来会有那个活动任务。
就是可以换装的那个任务，换外观装的。哇，35颗！你捡的比较少吧？